十五届的金钟奖在昨天登场，众所瞩目的昨天这个星光大道红地毯，我们就带你来看喽。还有女星哦，打扮非常的火辣，像是 Jennie 她的是非常惊艳全场，露出了美背，隐约还露出了骨沟，堪称是大突破。至于艺人天心，她是咖啡色低胸礼服，傲人修为呼之欲出。而主持人丽晶呢，则是一袭紫色开高叉礼服，大腿曲线是一览无遗。现在步上红地毯，一身咖啡色礼服，天心丰满上围呼之欲出，令人眼睛一亮。一走上红地毯，眼光四射。今天可以来一个稍微释放一下，所以觉得很过瘾。啊，你好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哇，性感全裸美背现身 ，Jennie 几乎露出骨沟，前 V 后也 V， 同样很杀摄影师底片。音乐录的就是我们潇洒台湾第一美女。女明星今年走红地毯，真的为了抢版面，都是露很大。除了天心之外，还有萧蔷和小珍，也都以超低胸晚礼服惊艳全场。大家看到我们的综艺天后丽晶晶姐啊，说着刚刚麦克风头，主持人丽晶进场立刻成目光焦点，紫色礼服开叉露美腿，是好友林国基的作品。镂空的啦，啊，镂空的，我当然因为近看我才看得到。哎，入围金钟影后的模特，个性马甲礼服不失浪漫，白星会浅色礼服衬托出众气质，同样色系还有全民最大档的女班底们。因为以往都是比较性感、比较火辣艳丽，那我今天想要走比较可爱活泼一点，所以就是露一下额头，看起来比较干净。台北飘着细雨，星光大道上依旧闪耀，担心艺人们在红毯上被淋成落汤鸡，主办单位也特别砸百万赶搭18个大型遮雨棚，好让今年不会再被大雨搅局。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